小小阿库玛，风儿轻轻吹，草儿轻轻摇，今天的天气好得不得了。住在对面山头的多多米奶奶写来一封信，快过来，我这里有很多水蜜桃啊。全世界最好吃的水蜜桃哦！叽喳叽喳，叽喳叽喳，今天要吃香香甜甜的水蜜桃。阿库玛背起篮子，往多多米奶奶家出发。一路上，他经过大大的树林、长长的河流，还有高高的山崖。多米奶奶家就在那里，嘿嘿，耶耶，呵呵呵，这是哪里呀？小心，小心，蝙蝠就要追来了！小心，有蝙蝠！总算安全了，耶耶！到了，到了，多多米奶奶家在哪里？阿库玛，多多米奶奶，我来拿水蜜桃了。聪明的阿库玛终于拿到水蜜桃了。粉粉嫩嫩的水蜜桃真好吃，阿库玛的吃了八大颗，好好吃啊！